中国我属才区方。勋章，勋章不过与们没铜片铁片都上一层奇光，为什么能故男人们楼宇梦兽跨海越江铺洒在异国的头地上。勋章不过与们没铜片铁片都上一层奇光，为什么让玉人们激动不已，一改往日依恋的柔腔，去吧等你在回家的楼上。勋章毁了，丈夫情人和儿子们却抛尸在千万里外的战场，这时才听到梦亲妻子爱人们呼天抢地的哀嚎，怎么会一去不返呢？那热烈欢送的场景迎来的竟是以长川死亡名单、黑色棺木里冰凉的军服、紧紧地贴在不再跳动的胸口尸骨上。勋章不过与们被铜片铁片都上一层奇光，一些被铜浆铁浆所砌的边国余寮却被国家排上了勇场，施以魔咒和庄严的灵光，冲罢死死于归，家破人亡，都踩着扳手拱火的勋章，又是成了相互契约回楼的玩笑。